你的胡子早上刮，下午就长出来了吗？他好像没刮干净。第一次坐飞机回娘家，看到父亲还在用老式剃须刀刮胡子，打开里面藏的全是灰，于是就在网上给他买了这款须刀，刮得又快又干净，而且小巧便携，走哪带哪。他采用德国巴蒂金刚刀头，不管胡子多粗多硬，一刮就是一条干净的小赛道。双环弧面刀网，完美贴合面部，剃须畅快丝滑不拉扯，而且是超强续航，充一次电轻松使用60天，用完水一冲就干净了。我们市场家只赚良心钱，视频中看到的什么品质，收到的就是什么品质。我也不想买啊，可是它真的便宜啊，产品很好，赠品也不错，一个就能满足一个家，真是后悔，后悔没有早点买。今天趁着厂家直销，我又多买了2个。今天我们做活动，价格还不到一根冰棍钱，而且支持全国包邮，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买到家不好用直接退。今天要买，赶快，想都不要想，赶紧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我们今天呢是补贴给大家，今天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，大家如果觉得好，买它。现在我们厂家直销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不买一包退，赶紧点击下方链接购买吧。